嗨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马来西亚怪鱼钓手梁伟龙啊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这个金马伦高原的一个小水库，听说这里有养了很多年的、放流着很多年的这个大口鲈，看可不可以钓到一个大的。他们说上两个星期还有钓到3公斤级的呢，太牛逼了。用铅头钓个蚯蚓卵虫去收它啊，一个六拼柱啊，六拼路亚杆啊，来泡。终于钓到第一条了，啊，他终于开口了，哎呀，人都打对了，对呀，哎呦哎呦，脱了脱了脱了，好漂亮，那这是马来西亚的大口鲈啊，马来西亚的大口鲈，哇，瘦瘦啊，哎呦，好啊好啊，哟。OK， 你都冇录嘅，呢条就稿，要读紧啦。啊，又中一只，嘿嘿嘿嘿，知啦，大只啊。啊 ，OK 啊，呢只有得睇头啲。去菜园嗰度起个摊落去，烧一烧咧。点啊？呢个摊，好正。啲鱼都唔肥喎，好瘦下好嘅。啊，带住佢又短身啲啊。我三车好大条。肥咯。系啊，呢、这个大肥啲又一个位一条啊，差唔多。佢唔系打堆咧，一条一中嘅嘢走过。犀利啊！咁你都望得到喎，有嘅。系。我啲行船啲嘅佢俾。这是马来西亚的。金马伦高原的大口鲈，啊、哦，今天是第三条了，不错不错。有面头虫，哦，有大条，哦，大条，哦，哎呦，拉住了，哎呦，拉住了，哎呀。
差不多掉。